等一下吧，啊，华雄是应该是讲华雄才对，靠北。对啊，我说从之前有人一直讲华雄。华雄，与董卓的猛将，好，最后被关羽砍死了。对，就背而已。好，元素员工路，元素员工路，袁绍的弟弟，好，没死，嗯。好，没有了，就这样子介绍完了，嗯。我就这样子介绍完了。嗯，我觉得你们会，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开招麦，因为我怕会出猛将状元。不是啊，他猛将状元好像另外买。是吧？会啊，猛将状会多人物啊。他本来就会多人物啊，就像第七代的猛将传，不出于禁，多出于禁那样啊。然后所以我才想说你们会不会有点太早了。对，好像没人讲。好像没有人讲躲白的那个呢。嗯。啊？所以说你去过台湾哦？上去，他就往上去了。私一人では策はなせなかった。对。仕方ありません。撤退します。これで五軍はすべて退けた。然后他们还有一艘船呢，靠呗，笑死。まあ。好酷哦，居然会有台湾呢。真骑马武装怎样？敌将打ち取った。真骑马武装怎样？多紧张！